一只狮子抓到了一只斑马。在外表上我们可以看出，这只狮子是一头雌狮子，体型不是很大，但是这只斑马却非常强壮。虽然他们彼此看上去非常疲惫，但是狮子已经咬住了斑马的脖子，这个部位是非常致命的，斑马几乎不能动弹。狮子也想就这样把斑马耗倒，我们一起看看斑马会如何应对。斑马正在调整位置试图逃跑，旁边有大量斑马在观察情况。虽然他们很想救自己的同伴，但是他们深知狮子的厉害，暂时不敢轻举妄动，如果想逃走还是得靠他自己。他必须得抓紧时间了，狮子的牙齿和爪子已经抓进他的皮肉里了，如果再这么耗下去会对他非常不利。狮子可能因为长时间的酸皮松垮了，斑马抓住机会立即逃跑，狮子的身体过于疲惫也没有继续追击，斑马就这样解脱了。